大家好，我是波爸，他是波波。最近啊，我们有鹰友约我们去鲤鱼潭水库放飞，波波也一阵子没有见到他那群哈哈好朋友了。你们觉得波波会记得他们谁是谁吗？我们一起看看去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吧。影片开始前，还是想跟看影片的大家说，台湾有开放五种猛禽可以饲养，不过也必须要有合法的来源证明才可以饲养哦。台湾野生猛禽不可以饲养，不可以饲养，不可以饲养。马杀鸡，按摩小腿，看起来超不喜欢。还有，拍谁？不知道你的阿荣获了多少粉丝？对、啊。你干嘛？为什么说人家？卡一个风筝在那。哦，对的。你是被风筝吓到是不是？他超怕的。啊，波波。哇！对啦，没事啦。波，你干嘛？嗯。妈鸡妈，这我小妹。哦，你打我，他说我脸上打你。这是谁太阳？你看。没事。他说要洗澡。现在在洗澡。来喝一口。喝看，会，很渴啊，非常渴哎，不要了，还叫，他不要了，你喝下一个喽，你要不要？不要哦。说陌生人的不可以吃，对啊，厉害吧？有看过这种鸟吗？维他命吧，它是不是有维他命也不行？还要把它拆解开来，看你有没有藏东西。对，它在检查，你看它现在在检查了。哎、欸，哎呦我呀！旁边的已经要了，旁边的已经要了，旁边在这里。我的反应，我都不知道为什么，它昨天空腹哎，没吃哎。丢了。他昨天没吃哎，旁边的已经不行了。他甩掉，那不陌生人不是儿子？看陌生人的食物，他就会这样。你拿，我不信。不好吃吗？他在我车上干嘛呀、啊？很开心呢。你可以不要在我车上走来走去吗？我要跟你爸请款的哦。哎、欸，阿全，我都让他走来走去了，我车顶超烫的。超烫的。超烫还站在这里？你摸摸看。超烫，哦，那他可以，我看起来是可以啊，就是走一走，缩脚脚，有一只大哈里斯，大哈里斯，哎呦站不住了，老 K 来，胖波波了，胖波波开工了，就不是紧实的，你这一摸不是紧的吗？它这个很烂。我们是紧实的，是紧实。啊！哎呦！
对啊，咱大宝了。很棒哎。走走。漂亮。看波波的眼神相当凉凉。吓出去啊！啊，另外一只嘞，那只停在凉亭上。憋死好，什么都看不到。哦，我说嗨。波波，大宝在哪里？宝回来啦！OK，Let's go。要吃小鸡吗？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可以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哦。喜欢波波以及对各式各样的猛禽有兴趣的朋友，更要记得追踪我们的 IG 以及粉丝专页，上面会有我们最日常的样子，欢迎常来找我们聊天，都会由我跟波妞亲自回复哦。大家下次见啦。